一座座吊桥高空瞭望台出现在南投的山谷之间，乡镇公所卖起门票，让游客换取几分钟的刺激，成了一门好生意。我们只能靠这些政府帮我们怎么做怎么做，我们才有就业嘛。当开发的脚步走进部落，山路上的落石却提醒着过去的灾变。我们的生命绝对会比那些观光收入还要来得重要。8月10号星期一晚间10点，公视我们的导播出，离天空再近一点。